恭喜两位，刚才听人说太放松了是吗？就没怎么打过混双吧，就是不像我练打女双，可能我就比较紧吧，整个人就是发挥的比较失常，这简直就是超水平发挥了，就是太久没练了，对，就对方也不适应我们，就从来没打过嘛，对，可能就是教练希望就是我们可能就给他们不适应的对手打吧，对。我也没怎么配吧，反正就自由发挥，对，自由发挥，各打各。之前这几天有合练多少？就活动的时候合了一下。之前也没有。所以这样对手才不适应啊！这是另外一种新奇的战术。对，如果多打了，可能多打了，人家就越打越熟，就把我们打得很惨了。新人多久没有练混双了？就平时两三周可能都会练上一两次，对，偶尔能打过去打上一两次，就是教练说，哎，这样子对女双有帮助，对。纯打前场这种双。对，对，就是去感受一下吧。我也希望给他们制造困难嘛，就是这样子，大家都是队友嘛，他们给他们制造困难之后，这样国外的可能他们打的就会更好了，对。一定要打四位老搭档。希望能给他制造困难吧。不能第二也非常不错，简直意外了，我都做好第四了，主要是。但是你还对他很了解呀？问题啊，你对他的特点还是很了解呀。好久了，我希望也能给他制造一下困难吧，然后不要那么容易拿冠军。对。我跟那个全国锦标赛的时候，决赛就是跟东平打他们，现在也换一个搭档，决赛打他们。拼一拼，我们尽量多争取多拿分，为了奖金，比今天度越高，分数比今天度越高。